庆新专辑的吴建豪首支主打 Is This All， 为了呈现出歌曲中所要传达的正面力量，吴建豪可是吃尽了苦头，山上下海开了三天，陆海空总动员真的是非常辛苦。今天的部分呢，就是在水里面，然后就是要好像那种小孩子，然后在那个妈妈肚里面那种复活的那种感觉出来。除了在游泳池泡了一整天，第二天拉车到高雄的山上拍摄，但是却碰上了大雨，让灰泥土变成一踩就滑的泥泞。Vanessa 在雨中爬山相当惊险。又要往上爬，爬，一直等台湾很快之后才能慢慢停下来。吴建豪为了新歌，从台湾头拍到台湾尾，历经三天向铁人石像的日夜狂操拍摄，这么搏命的演出，就是要用最震撼的气势回归乐坛了。